大军同志，里面出什么事儿了？有个犯人逃走了，快开门吧。哦，好嘞。
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这里的主人。你这个小偷，好大胆子，看到主人来了还不快滚出去！哎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再不走，我叫警察了。你连大声说话都不敢。 还敢叫警察？你说什么？如果你真是这个家的主人，说话需要这么小声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你和我一样都是贼，唯一一点不同的是，你比我先到。你是怎么？我是怎么知道的？ 是吗？是。哎，你要干嘛？这件睡袍穿在你身上，实在是太大了。你是怎么猜到的？哼，猜到什么？你是贼。嗯。首先，大厅里挂着耶稣像和十字架。 说明这里是神职人员的住处，而你却没有一点神职人员的样子。第二，你的眼神告诉我，你见到我并不害怕，只是想将我吓跑。第三，那件睡袍是男士的，穿在你身上实在是不太合适，所以我断定你和我一样是个贼。 现在明白了。就这么短短一瞬间，你就能从我身上看出这么多东西啊？不光这些，还想听吗？还有别的。你从小父母双亡，跟着师傅长大。你师傅从六七岁起就教你做贼，你最拿手的是里踝、天窗、屁门。 普通人只要与你一撞肩，怀里、包里、后兜里的东西就不见了。你还练过赌场上的手彩，偷张换牌、马点作弊，都是拿手好戏。我说的对吗？你不是人，是赌神菩萨下凡。我不是菩萨，更不是神。 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？好看。你的食指两指间结有厚厚的茧子，是常年练习两指夹包时磨出来的。 你的双手食指和大拇指的皮肤平滑，且没有纹路，这是常年搓牌碾牌形成的。你的目光
灵动多变，必定是练过绕香火头这类的功夫，为的是在赌场作弊时能够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这些都是我玩剩下的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翁前潘的兄弟，半步堂上的物字。你是青帮？你能听懂切口？是师父教我的。你是物字辈的老大？看来你师父在帮。不，我师父的师父是帮会中人，他是青字辈。哦，那是我孙子。真看不出你这么年轻竟然是物字辈的老前辈。我师父是和字儿，但没能入得了青帮。我看也是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付钱啊。主人不在家。我知道，否则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那还付什么钱？你闯进这里不就是为了要偷东西的吗？不就是为了钱吗？知道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？因为青帮有十条帮规，第四条是不准奸盗邪淫，因此帮中的弟兄可以杀人，可以抢劫，但绝不能偷盗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付钱，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的道理。你要走吗？不走干什么？等主人回来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呢？我叫小锦弟。哦，这是神职人员的住宅，不会有钱让你偷。好了，拿着这些钱离开这里吧。什么？一无所获？是啊，一无所获。我携带假钞模板赶到南疆，与南疆军管会的负责同志取得了联系，他们非常重视，立刻对南疆市及附近郊区的可疑目标进行了细致的排查，结果没有发现可疑的模板铸造厂。后来我们请来了几位铸模专家，他们认为这块假钞模板的仿造水平极高，在南疆地区是根本无法完成的，只有原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厂长、特级工程师钟鼎明才有这个能力完成如此高水平的铸造。钟鼎明？是的，钟鼎明便是伪国民政府金圆券模板的铸造者，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，但他根本就不存在作案的可能。哦，为什么？钟鼎明现在正关押在南疆第一监狱中服刑。哦，他在监狱里。是的，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立刻让军管会负责人带我到南疆第一监狱见到了钟鼎明。你已经看了十分钟了，怎么样，有什么可说的？哎，了不起，了不起呀、啊！很难想象这样一块精致的模板竟然不是由中央造币厂制造的。
他的确不是在中央造币厂制作的。你想一想，除你之外，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？就是有这样的能力，没有专业的机床和良好的铸造条件，也是不可能完成的。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，才能够完成这样的铸造？不瞒二位，除了中央造币厂，本人想不出尚有另外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条件。这就是钟鼎明给出的最后结论。你能够肯定他说的话是真的吗？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，但在与钟鼎明谈话的过程中，我们并没有涉及到模板的拥有者以及它的用途。我想他没有必要说谎。目前他身陷囹圄，一旦谎话被揭穿，那就是罪上加罪。这一点他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，而且他的论断与另外两名专家的完全一致，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其真实性。有道理，可中央造币厂早已关闭，而且由财委会负责监管，怎么可能再生产假钞模板呢？是啊，怪就怪在这里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块神秘的模板究竟是从何而来？扮成这个样子，我险些都认不出你了。怎么样，还喝什么？早听说滨海无奇不有，我也是。南疆财委会的同志已经将你随身携带的物品和武器移送到了滨海，长短枪加起来有五六支，匕首十几把，里面的东西有很多连我都没有见过，再加上望远镜、指北针，足可以武装一个特勤小组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开兵工厂的呢。不跟你吹牛，那些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，你就是花钱都没地儿买去。不瞒你说，那可是我拼了老命一件一件从敌人手里夺来。看得出来你不是好惹的。彼此彼此。你可真有两下子，竟然能赤手空拳的逃出监狱。你没有发现我采取了最和平的方式吗？监狱里用的都是旧警察，这些人混在革命队伍，早晚要出大事。刚刚解放，各个岗位上都缺乏干部，不得不使用一些留用人员，而这些人经历了旧社会，可以说是良莠不齐。放心吧，我们会提高警惕的。越狱的事登报了，等着吧，你马上就要看到了。我真的很佩服您，仅凭一人之力竟然能够逃离戒备森严的南市监狱，还抢走了几百块大洋和一辆军用吉普车。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？职业秘密。我明白，告诉我我也做不到。现在我有些相信是你独自歼灭了劫持火车的那伙歹徒。你本来就不应该怀疑。好吧，说正经的，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到南疆调查假钞模板，一无所获。现在光复社内已经没有我们的内线，工作起来更加困难。我早就说过，对付那些凶狠歹毒的帮会分子，绝不能用老办法，先慢慢渗透，取得敌人的信任后再开展工作，那样只会陷入无休止的试探，时间越长就越被动。哦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我非常了解这些人，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不可以交易的，因此只要真正让他们感到危险，他们一定会拿出最大的诚意。从前是这样，现在也不会例外。
现在看来只有这样了。我支持你。至少，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。南江西路，启示路二号，小都会歌舞厅，是青帮分子马志成控制的。据调查，这个马志成便是光复社的成员。然而，他在光复社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，因此我们暂时没有惊动他。这对你来说也许有用。小都会歌舞厅附近有没有像地下赌场一类的场所？规模不大，老板是帮会分子，但不是光复社的成员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直接由小都会歌舞厅入手，目标过于明显，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。我想先找个帮会分子控制的赌场干一下去，而后再慢慢地切入主题，这样会显得自然一些。有些道理。离小都会歌舞厅不远的65弄9号符合你的要求，那是个地下赌场，老板是青帮分子，但不是光复社成员。非常好，放手干吧。社长，您的咖啡。老丁啊，哎，一号有消息吗？还没有。马上派人传信，要他加快速度。是，我立刻去办。外面出了什么事情？怎么气氛如此紧张啊？早起听广播说，昨夜江湾区兴隆旅社发生了命案，死了10几个人。哦，广播还说了什么？别的就没了。共产党好像并不想张扬这件事啊。老爷，杜马还没有到？还没有。奇怪，杜马从不迟到的。这一次例外。哦，社长，外面可热闹了，全城大戒严，抓捕逃犯，河南路桥、四川路桥、新垃圾路桥、江宁路桥全都封了，军管会的巡逻车是一辆接着一辆。抓捕逃犯？是啊。什么逃犯？哦，你看看吧，是个青帮大哥。这小子可真有点意思，把共产党玩的是团团转呢。哦，有这种事？嗯，你快看看。想不到青帮中还有这样的人。嗯，燕双英是京九龄的门生，那就是戊字辈儿。对，比你低一辈。自从共产党进城之后，青帮的横社、人社、中信社的老大们死的死，逃的逃。杜月笙、王小赖跑到了香港，黄金荣是好死不如赖活着，留下扫大街了。现在满街都是小瘪三，别说戊字辈，就是绝字辈的大哥，恐怕都剩下的不到20个了。戊字与水果月笙同辈，早已是凤毛麟角了。嗯，哦。这家伙打伤了2名狱警，拿走了几百块大洋，临了还抢走了一辆监狱的吉普车，难怪共产党发飙，是让这家伙给气疯了。我们手下就是应该多几个这样的人啊。是是是。哎，老丁啊，你去吧。哎，好。杜马啊，兴隆旅社的事情干得漂亮，多亏了老狐狸的情报准，否则也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。这次共产党是吃了苦头了。
自从共产党进城以后，我们不是每天都让他们吃到苦头吗？哼，他们试图推行新兴的人民币，这摆明是跟咱们青帮弟兄过不去，要断咱们的财路。我偏偏要跟他们斗一斗，看看谁狠。这些日子咱们操纵着假钞无声无息地参进市场，再加上老狐狸手下的二十几个投机商，几天内就把银元价格炒上了天。滨海物价飞涨，百业俱废，老百姓拿着人民币连饭都吃不上。到那个时候，看看共产党还能咋办。别看这小小的银元和几张假钞，几个月下来把共产党折腾的是寝食难安呐。只要他们废掉人民币还用硬通货，这儿就又是咱们的天下了。哦，我听说他们正从华东其他几个城市调集粮食来解决问题。哎呀，这些共产党都不懂经济，只会打仗。他们不明白滨海是个无底洞，不解决银元和假钞问题，物价就无法稳定。只要物价持续上涨，就是把全国的粮食都掉了，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哎，这老狐狸可真有两下子，只就这几天，他手下的那些投机商就给社里赚了大钱了。老狐狸是我们的保障，光复社的银元和假钞生意要是没他来保驾，怎么会这么红？就是要他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。懂吗？啊，这次假钞模板丢失的事情非常不好，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。一旦模板落入共党手中，我们就被动了。哎，一号不是正在组织人手查找吗？已经几天过去了，恐怕仅凭一号是无法完成的。那社长的意思是，由你协助一号寻找木板的下落。是。先生，请问几位啊？就我一位啊，请。哦，我就坐这儿。请问您喝点什么？对面的歌舞厅什么时候营业？啊，晚六时。好，啤酒。哦，请稍后。天破人间无平事。
乘风。